生下一个宝贝女儿黄玉米，时常分享育儿点滴的她，近日在社群透露收到一个网友私讯，对方说自己孩子跟玉米同一天出生，因此成为玉米的粉丝，但后来发现家中长辈常常拿玉米跟自己孩子做比较，导致自己压力很大。孟耿如表示对此她感到有点难受，并提到常在路上遇到其他父母担心自己孩子怎么还不会走路等问题，但她想告诉各位家长，玉米已经会走路是成长有点太快了，多爬其实对孩子比较好，可以刺激统合神经。她跟各位家长和长辈们说，不要担心也不要比较，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速度，别给自己或照顾者太多压力，否则自己会觉得很愧疚。她最后也祝福大家育儿顺利，好好享受孩子每一个成长的日子。